吃吧，结算。看到没有，知识就是力量，这叫四两拨千斤，既是力气效率还高，销售界的书你要打狙，现在直销的书喊你。你们别打时间。看，老师好积极啊，还给我保证，水平沙子的比例啊，绝对够走的一比一。年轻人脑子就是火，古玩也妙招。师傅，你快走近一点去看一下。嗯，我4.53了，我4.4，我的加号。你们这在干什么？我们在分比例啊。你们一问一敲沙，你问一敲水呢，是不是也是一比一啊？哦。可以直接搬在一起。是的，是的，这就丢个砖了，上面有必要站个人吗？你们小心一点，虽然不高，但是摔下去有点伤筋动骨。哦！哎呦我的妈！这样有用吗？肯定有用啊，我们老师学的。只要悬挂物体本身超过牵引着体重200，就不可能掉下去。师兄，我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啊。嗯，有道理，你能知识100分。